这不是姐夫的号吗？从今天开始这个号就是我的了，从今天开始这个号就是我的小号了。老铁们记得关注我的大号陈绿，耳东城纪律的绿，我的大号。从今天开始这个号是我的小号，我已经收购了，我收购了他的号。哎，对，我关注的人很少，我一般都只关注就是赖亚星。那你 PK 都是别人主动，就你搜是吗？我基本上不会主动连的，就是我连的都是我关注里面的，就我所有的关注都是赖亚星同意我才关注，我不会乱关注人的，老实的很。然后一般有的时候主动连我们的，我也不会找到关注。做俯卧撑好，一会儿连他，我先充火电，我手机要关机了。等充到10%，我再连他。他对面刚没拉票是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拉了，只是他们不给我上。陈绿要我输。哎呀，你们怎么造谣我呀？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如今打 PK 也是一直输。好大一包啊！不是趴耳朵好不好？这样子好大一包啊！没有大包。因为我也不需要认识太多人啊，我觉得。他也给对面刷礼物，真的很假的，但是有点过分了、啊。怕老婆真的是尊重，真的不是怕他，还蛮呛。嗨，红发少女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还蛮经常见你的，但是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小哥哥第一次见。嗯，对对对 ，Hello， 第一次见，对。好久不见，你有戴眼镜吗？近视，我近视眼，我是老师。嗯，老师，为什么是空的？是不是里面还带了隐形、啊？有些话真的不用拆穿，好不好？哦，没有近视。你那你说的话，我们今天玩什么？你先说我的吧，我看看你。你就小心他又不在吗？小心他跳舞啊，姐夫。对他腰疼，只有我。唱歌、嗯，唱歌吧，还是唱歌？可以啊，我现在歌喉进步很大的，来吧。真的吗？那你唱歌吧，唱歌吧，唱歌。没有指定歌手吧？我最近喜欢唱。没有没有。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。我就唱一小段吧，我说的话。OK OK OK， 好。可以。那你我们也唱这个吧，好吧？我不要，我不想听你们唱歌呀。那你要什么、啊？我想谢关注，谢关注。我想看你闻他的袜子。闻的袜子啊？我内裤都敢闻，袜子小意思啊？可以、啊、来，来吧来吧。那我也不要这个了，我也不要这个了。你输了，你那个吧，你们两个都蹲在地上，然后青蛙跳十个，然后一边跳一边。可以可以，我蹲在沙发上吧，好吧，因为我们现在9点了。对，因为我们还没回家。对。这个跳不了吗？就是我们后面就是床，除非在床上跳，在床上跳有点不雅观，只能在沙发上跳。沙发上可以可以。你一边跳一边，重点是你们两个要异口同声的说，对面的哥哥好纯欲啊，哎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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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 ，OK OK OK OK， 好，很纯欲很纯欲 ，OK OK， 闭麦 ，OK OK OK， 好，闭麦，我要让大家夸我，没事，看不到你，看不到你，我要求好高，不高，想让别人夸夸我。我操，这个药劲这么大，对啊，很疼，超级疼，我现在好疼。多久能恢复好？一晚上。我赢了也给大家唱好不好？我就必须要唱。谢谢15.6万人，谢谢15.6万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老婆是瘦而有肉，哼。肥而不柴，柴而不腻。你是柴，肥而不柴，柴而不腻。我是瘦而有肉。老公，你是不是今天都没怎么赢过呀？我今天都没怎么打 PK 啊。我们上上票吧，上上票吧。咋了你看到我的票数第一句话，老公你是不是今天都没赢？你看你好可怜哦。那也还好。你这把打了超下了，烫着。好。他让我下，你的手给我冰一冰，好疼呀、啊！你现在就站那边，我用我的冰脚。不要你的脚，手，爽不爽？来，大家上小票，众筹众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再把连完，然后我把前面欠的那惩罚做了，我们就差不多要下了。来说连环，虚寒除湿散。唱歌掉粉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是会有喜欢我唱歌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可乐，谢谢 Sweet。谢谢小佳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大哥大姐，忠诚。比较新鲜嘛，我觉得这个操作更有感觉。操作是它比较难一点嘛。对他敷完药的地方，就是被那个药烧的，身上很红，给他冰一冰。自己人别开一天。嗯。好难。没有，因为他们想让我唱歌，就是想让我出丑，但是我就把自己的这个去正视他，而不是藏着掖着说哎呀我不唱，我越不唱然后对面就越想让我唱，那我就索性我就大大方方的唱，他就觉得这不是我的一个软肋，他就以后就不会叫我做这个惩罚了。我这是反就是谢谢送的兔兔，谢谢宝贝的兔兔，谢谢，我一来就看到了你的兔兔哈。谢谢果然，谢谢果然，谢谢果然。这几天厦门解封了，然后我就要去看中医了，争取早点调理好，我们月底就要回成都，回成都我要我们自驾游，我谢谢，哎呦谢谢 MC 编号，谢谢送的单车，然后回成都我们哎输了，忘记拉了，哎。好沉的，没有看沉，很沉。谢谢谢谢谢谢泡泡酱，谢谢泡泡酱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虽然来吧，我还在唱嘛。我唱的时候，谢谢 K 哥，谢谢 K。旁边这几个人鼓鼓掌。对。六，下一句是什么呀？有点忘了。于是谎言说，你也没好到哪去。一次就一辈子。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我们要准备下了。拜拜。拜拜。笑死！哎，看这个女的没有？看她是这样的，你能？我再把刚刚那个人连过去。你看，能不要离开我？哎，我找不到那个人，刚刚那是谁啊？刚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呀？能不要离开我？刚那男的叫什么名字啊？忘了。哎，叫哎，不记得了。你能不能？陈毅都不记得他叫什么。哦，叫陈毅。陈什么？陈毅。什么毅啊？毅，一劳永逸的毅。他让我来做惩罚了。啊，对，十个是吧？对，十个。哎，是对着哪呀？要。这是手机的是吧？这是谁呀？我举报。可以就做了。你们谁记得？啊，辛苦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别吓了你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好。怎么啦，兄弟们？他是跪着做的。就像你跪着放屁一样。我们今天下了，你们去给视频点赞吧。拜拜。没电了。然后去躺着了。拜拜。
我刚话还没说完，然后等我调理好中医，这个月调理好中医回成都之后，我们就自驾游，可以去很多周边的那种风景区，然后雪山旅游，然后给你们拍好看的照片。然后十一月份拍好照片之后，我们在成都旅完游就去参加杭州找潮儿找风他们玩，参加潮儿的生日，然后我就精神百倍，然后再待一段时间就过年啦，然后到时候就过年喽。谢谢 MC， 谢谢 MC 编号，谢谢哥哥，是个哥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给我们上片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谁开车？我开呀。谁要开车？哎呀，我的驾照都3年了，亲。我驾照也3年了，但是我晚安。